阳气足，百病除，补什么都不如补阳气。阳气是我们人体各项生命活动的基本动力，可以说阳气就是人的生命之本。阳虚生内寒，所以阳虚的人呢，就比普通人都怕冷。在身体比较寒的情况下呢，气血运行不畅，就容易产生痰湿淤血等病理产物。所以趁着夏季补阳的黄金期啊，阳虚的人一定要看完这条视频。如果你平时除了怕冷，还总是心慌心悸，睡不好觉，那多属于心阳不足，可以参考用白子养心丸。如果你是消化系统症状比较明显，经常肚子胀，总是隐隐作痛，稍微吃点凉的就要拉肚子，那多是脾阳不足了，可以参考用附子理中丸。最后呢，就是你经常感觉腰膝酸软、冷疼，小便清长、量多，而且夜尿比较多，还有欲望低下和功能低下的情况啊，你多半是肾阳不足了，可以参考用桂附地黄丸进行加减。